现场的各位朋友，哎，非常的激动。嗯，我叫苗阜，我叫王生，我们来自陕西西安青曲社，哎，第一次站在咱们喜剧幽默大赛的舞台上。没错，说实话，我这个心中非常的上下。哎，对，作为那一名这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苗老师，怎么了？您心情非常的上下不安呐，您是不是想说忐忑不安？啊，对对对，您见谅啊，忐忑一上来就丢这个丑，哎哎，我这个文化造纸实在是造诣，文化造诣啊，好好好好好好，您能用这种词儿用这种词儿啊，不能用这种词儿最好说大白话。啊，对对对，哎，这点来说，我跟我身边这位王生老师，哎，说实话是比不了。哎，不敢不敢。王生老师人家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生，我还正经。你不像我，小学三年级以后我就寒瘦了。我这个谁给你进那教材去？这不是子谦说的吗？你不要这么说话。王生老师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，哎，在陕西师范大学这我又改饭桶了。不是，您那学校是陕西师范大学。对对对啊，陕西师范大学，哎，当年文学院的高材生，不敢，学的这个进口挖掘机修理，这多少年了呀？您会聊天不会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啊，我学进口挖掘机修理，我怎么不上蓝翔技校呢？我没有这个上过大学呀，人家问呢，您多恕罪，多恕罪啊，恕罪，我没有这个上过大学的经历，嗯，但是我听说王老师当年可是文学院四大才子，没我，他行九，我行九，当时啊，就是一打听都是这事儿，别四大才子了啊，我连八大金刚都不是，怎么八大金刚都不是，我是个老九啊，您不是按三五七九那么排的吗？老大就老三，老二就老五，老三老七，你老九。多文学院排序排出等差数来了，这说明您文武双全呢。没听说过，我现在说实话得补充自己的这个经历。嗯，因为人家是满腹经纶，哼，我们又是一对搭档。嗯，这说不好，说实话，我这心里也是那么的上忐忑。太好，得跟人家搭到一起来。嗯，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。哦，现在可以说我是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。你又饿了是怎么的了？要拿一卷子吃的。什么手不释卷，手不释卷，哎，各种这个中外名著，嗯，好家伙，天天拿着看，都看吗？啊，什么名侦探柯南、海贼王，天天拿到手里看。你加一本七龙珠，加一本圣斗士，就叫四大名著，知道吗？怎么回事呢？哪有看漫画的这个？我是想养成我这个看书的习惯，先用漫画把我勾引住，培养住，培养住。书不能勾引你啊！四大名著咱不也看吗？哦，刚才你说那个，嗯，咱也得好好看，是吗？因为咱们这个，说实话，小时候这八零后嘛，谁？您刚才说了一个年龄档次，我啊，八零后啊，您这算是做旧吗？这个算？我这是着急了一点，你知道吗？你长成这样还八零后呢？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，哦，这个倒有啊，尤其是《西游记》啊，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，多。西游记，嗯，孙悟空，是是是是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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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猴上去，哎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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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猴上去，噔噔噔，别让猴歇会儿吧，好吗？印象深刻，蹦三回了都，我就喜欢看这个，嗯，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，张嘴就唱，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圣僧女儿美。不美女儿美，不美。玉帝哥哥，玉帝哥哥，玉帝哥哥，给老娘乐一个！哎，干嘛就不理我了？这是《西游记》主题曲啊！我都替你臊得慌，知道吗？我都怎么着了？您看了25集《女儿国》。可能这一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，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担，哦，想起来了，哎，想起来了，哎，还有好多呢，还有比如说啊，嗯，水浒传，水浒传我也爱看，水浒传您都看过呀？108个大水浒嘛，哎呦，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，人都是英雄好汉，什么锅炉房，英雄好汉有叫水浒的吗？有那本书啊，水浒，水浒，梁山伯和祝英台嘛，这我知道，哎，你也说聊斋，我也，哎哎哎，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。你刚才说的梁山，水泊梁山，
宋江有吧？对对对对对。扈三娘有。化蝶了吗？哎呀，这我看过这个，你也说了。别说了这个，怎么的了？化蝶得有祝英台，那到底有没有？对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。我这可能看得少啊。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，反正就108将。哎，对对对，108将。后来我不看，不看了，老打架。哎，老打架，你有什么意思呢？您看点那不打架的呀？您比如说看点那个斗智斗勇的。什么呀？三国。这是《三国演义》。嗯，经典。魏蜀吴多好。哎呦，看这个，尤其是我看军师。谋士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。对，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，我最喜欢的那三个啊。三位啊，诸葛亮，头一个；孔明，卧龙，我最喜欢。特别聪明，草船借箭，三打祝家庄，四探无底洞。三打祝家庄，把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了似的，这是怎么就化蝶了？这都是什么回目？您背这都是，我再告诉您一遍，就是斗士。您记住，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。为什么呢？这仨拢共是一个人，他不斗吗？没法斗，一个人怎么斗？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。管着吗？您不用看书了，您都悟透了，您都。再说了，以我这个形象，我这个气质，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儿吗？您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？这是，好把自己刨出来。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。哎呦，你别恶心着我。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。我最喜欢看的什么书？《金陵十二钗》。对，《金陵十二钗》。也叫学说出旁的来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！看这《红楼梦》里边那曹雪芹，多好！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。好家伙，你就看一扉页是吧？曹雪芹书合上了。我哪儿就光看个扉页？什么玩意儿？曹雪芹，我喜欢这个人呐。作者，好家伙，原来年轻的时候，人家家里特别的富有，是。后来家道中落，哎，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啊这卖雪里红芹菜呀，勉强度日。后来流传《泥人张》《雪芹草》，对，卖雪里红芹菜，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？雪芹草嘛，雪里红芹菜，他得生活嘛，这是吧？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，是吧？这叫我这么琢磨的。您呀，您没看过这书，压根儿就没看过。我怎么没看过？您这记不清楚。里边有一阙词，我还记得清清楚楚。一阙词，《枉凝眉》有木有？这您刚才提过。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，对，对了，谱上曲儿多好听，而且这个唱之前呢，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，那叫定场诗吗？那叫，那就是念四句诗，特别好听啊，朗诵腔念出来，朗诵腔感觉特别的好，您能念念吗？那啥那啥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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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惭愧惭愧惭愧。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啊，啊，充满了想象力，想啥有啥。您到底我您小时候看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，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？咱主要讲的不是枉凝眉吗？枉凝眉有字儿吗？有字儿啊，唱出来好听极了。一个是阆苑仙葩，可算对了一回。一个是美玉无瑕，写的多美。一个挑着担，还有一个牵着马。你老催我干什么？你这人，我实在忍受不了了。怎么了？这是枉凝眉，头来宝玉黛玉，后头八戒沙僧。就不能跟俩书童吗？没有这词儿啊，压根儿就。你刚告诉我牵着马挑着担，不，这你又想起来了是吧？我不是最近刚刚看这些书吗？这书还刚看，越是熟悉的，可能越看得不仔细。哎呦，淹死的都是会水的。哎呦，您净说这《论语》上的话了，您看看。我最近不是在看些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书，看什么书？您就比如说《山海经》，你听说过吗？你听说过《山海经》吗？人之初，性本善，习相近，性。这叫《山海经》，这叫《山志经》。啥志经？《三字经》知道吗？还《山海经》？不是神话故事吗？对，这句对了啊！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，好家伙，囫囵吞枣，记不清楚呢啊！《山海经》怎么了？先秦的古典文字，佶屈聱牙，这您能来了？你刚说的啥？刚才是个幻觉。
是主要看故事，你知道吗？主要看故，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。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《精卫填海》哟，有没有《大荒西经》里的所载？我不知道他哪儿的，我就看过这个，看过这故事《精卫填海》。就算他看过，为什么填海？为什么大汉奸？好家投靠日本人。这抓住就直接就摁下去，你知道吗？精卫填海是吧？汪精卫填海里头了，活活摁下去，你知道吗？上来再摁下去，上来再摁下去，填了海了。这个你没看过吗？我实在没办法了，我告诉您啊，精卫填海不是我好为人师啊，精卫不是汪精卫啊。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啊，小名叫女娃，补天的，我知道。哎呀，去，那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啊。这小时候小名叫女娃啊，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，翻覆于波涛之内，惊魂不灭，化作水鸟，名曰精卫，携狮子填大海，欲报此仇，这叫精卫填海。哎呀，明白了吗？您这个知识满腹经纶呢、不敢不敢，我就明白了。炎帝的女儿叫精卫。对了，有一天没事到大海上划船，哎，划着划着一个波涛过来，精卫一看，娘娘风浪太大了。怎么了？这里头哪有一个宝鸡人呢？炎帝不是宝鸡人吗？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。您这么说破坏神话的美感，咱就尊重历史史实。您这个也没记清楚，反正就这事儿。别的我记得清楚。还有什么呀？寡妇追日总有啊。寡妇追日他是这个故事我还真知道。哎呦，那您说说，汪精卫死了之后，他媳妇陈璧君变成个寡妇了啊，没有办法生活了，追到日本去了，寡妇追日。说得好，总结得太到位了。哎呀，王老师，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。您这样啊，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，把脸遮上，顺着这道往出跑，能有多远跑多远，好吗？怎么了？我丢不起这人。什么叫丢着人呢？有寡妇追日。这故事叫夸父追日，也叫夸父追日。夸父追日，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，追赶太阳。对了，每天追赶追不上。娘娘，太阳跑地太快了。怎么了？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。炎黄子孙嘛，要不给你换个黄龄话。哎呀，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。我记着清楚啊。柯南里头的也行。哎，哪儿拖闹海？有问题没有？哪儿拖闹海？哪儿拖都能闹海，只要你在海边拖。哪儿拖三太子？哎呦，你问谁呢？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。金拖、木拖和哪儿拖？哎呀，有印象吧？要么说您这个脑子呀不好，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。老大金托啊，老二木托，老三叫皮托。我有什么？你金扎木扎哪扎哪儿嘛？哪儿威尔？哟呵，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？哈，就这字儿嘛，哪儿嘛威尔？这去过庙里的没有？去过呀，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啊，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呢？梵文呢？不都简化了吗？繁体的梵呐。不是你说的梵，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。哦，那他这名字应该叫哪吒。哎，哪吒闹海。哎呦，我最喜欢看这故事，热闹啊。好家伙，有一天啊，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。哪吒啊，一身的滋泥，小孩嘛，到处玩去，一看这怎么脏了，怎么办？洗澡，门口就是海啊，渤海湾是。呲啦一下，肚兜就拽下来了。这都长身上了是吧？这都粘住了吗？哎呀，哭嚓就跳海里了。你看用这相声词，哭嚓就跳海里游啊，边游边搓这滋泥。哎呦，还得弄干净啊！天爷，可人家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，龙王三太子，龙王三太子烩饼啊，敖丙，敖丙正在那吃烩饼呢，正吃的高兴啊。好家伙，飘飘然飘下来了啊，滋泥就飘下来了。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，我天爷！当时就急了，把这碗撂下来。这是干后吗？你呀，这是干后吗？你好好的怎么这么多子女儿啊？三太子以前送过快递。这还是改过来的，这怎么着了？这都什么口音呢？这都是，这不是离海近吗？离海近就得唐山人。哎，离海近。夜场
还有一夜叉上去弄死他。哎呦，好文化。哎，这夜叉就开始了，嗯，拿着这叉子，嗯，带他的小伙伴，哎呀，圣子精、海瓜子精、海带精啊，这都上去了，胡叉叉。海带怎么成的精？你想象嘛，你想象。柔软的妖精，啊，这就上去了啊，到海面之上，嗯，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。嗯，你能啥来啊？你在这能啥来啊？好好的，怎么了？一个唐山三太子啊，带一个河南夜叉，啊，一个送快递的带一个卖烩面的。你不是，我是都归城管管是吧？这一块的，我是为了区别人物。你这里哪有人物？娘娘风浪太大了，谁？精卫。干后吗你？三太子。你能啥来？夜叉。可分多清楚。哎呀，区别人物嘛。我就不应该搭这茬儿。明白这道理。干嘛呀？好家伙，嗯，哪吒也不是善茬啊。对了，这就打起来了。灵珠子吗？哪吒拿他那个呼啦圈、长手绢打将起来。哦，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。这哪有艺术体操这么事儿？长手绢是哪儿来的？它有两样兵刃，混天绫、乾坤圈。混天圈、乾坤绫翻了，一个圈一个绫，哎，对对对，打将起来，嗯，你来吧，哎，打将起来呀，啊！这还是呼了圈啊？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，宝物集在了半空，集在了半空，这就打起来了，嗯，越打越厉害，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，襄阳翻覆。就在这时候，精卫刚好划个小船，出下风浪，怎么了？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？浪来了，浪来了，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？这是，我刚去他们好像有这事儿啊？没有没，这会儿没有精卫，没有精卫，哎，反正海水越涨越高，越涨越高，嗯，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。法海正在这念经嘞，做啥子？老子就拉过了，没听说过。我们在后台已经笑得不行了，我们再次感谢二位，啊，从陕西来的苗虎和我们的王声。好，那下面的时间呢，我们请巩汉林老师做一下点评。我非常过瘾啊，应该这么讲，二位老师的表演真是技艺娴熟，从他们身上啊，确实确实应该感受到什么呢？相声艺术的魅力。二位这个节目本身俗中带雅，才能获得雅俗共赏。其实你要细品一品这个相声啊，真的有难度，有很多的学问，而且呢，二位就是个珠联璧合，确确实实，没有让我们喘息的机会，这个很难得，真的很难得。从他们身上，我既感受到就是，应该讲年岁都不是很大。也就是说青壮年这一代相声演员本身的功力在，同时看到一些老先生的表演的风范。我们既要继承也要发展，但是首先是要继承，这个真的很关键。什么叫相声？什么带有传统色彩的相声？看这二位老师你就感受到了，真的非常好，向你们致敬。谢谢刘伟老师。我真是觉得呀，把你们两个人放在最后一场的比赛，而且是最后一个节目，这位置放对了。无比的精彩，太精彩了。这也是我做相声这一行当以来这么多年，真是说句良心话，没听到过那么精彩的相声，一个包袱接着一个包袱。正像翰林老师所说的，难度非常之大，您真是满腹经纶。海燕老师，哎呦，我刚才笑的差点没从凳子后边翻过去，太有意思了，没听够。没听够就需要那个大家好好投票啊，真的再听第二轮呐，一定要往上走啊，那个分儿啊，才能再听过瘾的相声。而且我听出来刚才还有现挂，我刚才问那个刘伟老师，我说是不是有个现挂，就刚才说您是送快递的，对，是不是就刚，是不是刚才现挂的？是是是，太聪明，这就是我们相声演员的机智，太棒了，真的太精彩了。
谢谢谢谢，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笑声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也谢谢三位老师。接下来的时间呢，大家琢磨着，你要给刚刚表演的这对搭档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数？在这之前呢，还是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展演嘉宾。